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天气。今天全台各地几乎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，高温都有机会突破20度，但是因为辐射冷却作用非常的明显，所以日夜温差非常的大，也提醒民众要留意温度上的变化，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基隆16到20度，台北18到25度，新北17到24度，桃园13到22度，新竹14到21度，苗栗13到20度。中部地区台中15到22度，彰化14到21度，南投17到22度，云林16到22度，嘉义15到22度。南部地区台南17到22度，高雄20到23度，屏东21到25度。东半部地区宜兰16到21度，花莲18到22度，台东18到22度。外岛地区连江11到15度，金门13到18度，澎湖14到18度。